干什么的？请出示你的证件。我们是东海市中级法院执行局的，依法查封娱乐城。对不起，现在里面正在庆典，请稍微等一等，我给您请示一下，好不好？队长，队长，法院执行局来查封娱乐城了。我听不清，再说一遍。法院执行局来查封娱乐城了。明白。王秘书，法院执行局来查娱乐城了。嗯。把他们挡在门外，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清楚了吗？王秘书，不行，他们带着法院的执行书。挡住，挡住，挡住。他们上去。下面请嘉宾讲话，大家欢迎。法院来人了，要查封娱乐城。各位朋友，各位来宾，今天我们东海市太平洋娱乐城正式开业了。司马洛奇先生在我们东海市建立这座娱乐城，是对东海市经济发展的大贡献。当上大法官了，不认识老朋友了。王丽华，你怎么也在这儿？原来你们认识，这就太好了。王丽华是我的副手，娱乐城的副总经理兼秘书。这位先生，您贵姓？我姓赵。这是我们东海中级法院的执行局长赵杰。哦，赵局长，失敬失敬。您好。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 WO 环球贸易总公司的董事长兼这座太平洋娱乐城的总经理司马洛奇先生。对，我就是。哎，您这是？我们是按司法程序前来执行查封这座太平洋娱乐城。这是查封裁定书，请签收。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司马先生，这是根据东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中法经初字第51号、57号、80号、90号以及第98号五份判决书作出的判决。这五份判决书判决由贵公司向5家债权人支付本金4000万元，加上利息，一共6000万元。而且这五份判决书在1个月以前就已经送交贵公司了。近半年我都在国外，贵法院竟然在被告方未做任何申诉和辩解的情况下，就做出如此判决。如今你们又做出这样一份裁定书。司马洛奇先生，据我所知，法院曾经多次向您发出传票，传您到法庭，您都拒不出庭。我必须纠正您刚才提到的日程表。您说您近半年都在国外，不对吧？您最后飞往美国是6月25日，您是从北京首都机场出的港，航班号是9180，也就是说还差6天才到3个月。我可以告诉你，贵公司在3个月以前已经多次收到我们中院的传票，而您都置之不理，这一点没错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可以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
三个月以前我们董事长确实在公司，可那些船票都被本公司的员工压下了，他们不了解情况，不想干扰董事长的工作，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全怪我们董事长。是是是，这是我的疏忽，我没有及时通知我们董事长。赵杰，商场上公司与公司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难免存在一些经济上的纠纷，所谓暂时的三角债也是难免的，你不能因为一些公司经济上的一时困难就要查封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娱乐城。你可知道这座娱乐城的投资是多少吗？王丽华，你是在考我？我没有参与你们这项工程的总决算，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你们有如此大的产业，更没有理由欠债不还。据我所知，你们公司所欠的债务，连同这几年欠债利息的总额，恐怕光查封这么一座娱乐城是远远还不清的吧。既然赵局长对 B 公司的债务如此了解，您今天来打算如何执行贵法院的判决呢？按司法程序，我必须立即查封这座娱乐城，包括娱乐城的全部财产。县令在30天之内偿还申请执行人几家企业的欠款，如到期不履行，我们只有拍卖这座娱乐城了。拍卖司马先生，您听清了吗？赵杰，你就这么不给面子？我是在执法，请便。赵杰，我真没有想到你还像当年那么固执好胜。来宾，我是东海中级法院执行局长赵杰。今天我们来的不是时候，让大家扫兴了。可是没有办法，如果不是今天，我们就无法见到刚才离去的那位董事长。本市五家企业的债务，有的拖了2年多，是有的债权企业已经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法院下了判决书，也不理。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位执行局长的？说来话长了，你要是感兴趣，我会慢慢的讲给你听。那一定很精彩，很罗曼蒂克吧？不，正好相反。哦，那我倒更感兴趣了。司马呀，你还是想想眼前的事吧，这娱乐城一查封可是好几个亿呀。是啊，董事长，我们几百个保安和工作人员上哪儿去啊？你们不怕坐牢？我们不怕。我们不怕。好，各位，真要是坐了牢，我会救你们出来。怎么做，王副总会告诉你们。好的，大家跟我来，快一点。欠了人家的钱就得还呐，你向私人借几十块几百块钱，拖上几天危害不大，可是要是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农村，你欠了人家几百万几千万，硬是赖着不还，一拖几年十年，你叫人家。老莫，董事长，娱乐城这块地原来是哪个乡镇的？是西郊平安乡刘村的农田。有多少村民安置在娱乐城？我们只答应了260人，其余的分期给予补贴。你马上打电话给他们村长，
就说法院来封娱乐城，咱们答应他们的条件都得泡汤。好，我明白了。我们大家都有老小，有家庭，要吃饭，要穿衣，要生产，都在等着钱用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昧着自己的良心，拖欠着几家企业的工程款、建筑材料款、设备款，那是人家的血汗钱呐。这种事要有人管，要有人去处理。我们人民法院就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这座太平洋医院开业虽然是件大好事，可是对于债权人上万名职工来说，这里有他们的太平吗？这里有他们的欢乐吗？我讲这么多，无非是希望法院的执行工作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现在我们的查封工作开始。